101中学，这个不大的地方承载着我们太多的记忆，无数的日子从指尖溜走，2017年的夏天，云淡风轻，我们在校园相聚，眼中满是惊喜和憧憬。我们走在静谧的林荫大道上，享受着明媚与春光。曾在运动场上看到那个人，欣喜无比，眼泪、欢笑、深思，随风而逝的不仅是夏日，更是我们永远回不去的青春。失望的风不该留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三年以前，我拎着简单的书包来到这里，而今天，我重新拎起新的行李，将要开始新的旅程。像这三年里的每一天一样，我沿着再熟悉不过的路线，走出学校的大门。青春散场，我们等待下一场开幕，等待我们在前面的旅途里迎着阳光，勇敢地飞向心里的梦想，回忆着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。若干年后，假如我们还能想起那段时光，也许它不属于难忘，也不属于永远，而仅仅是一段记录了成长经历的
朋友。希望不会忘记彼此，以后要常联系啊。同学聚会一定要来啊。我们能够相聚啊，就是一种缘分。我希望我们十年或者20年之后还能再次这样相聚，能够在一起聆听老嗨的教诲，阅读老易的文章。老师，谢谢您们给予我们的培养。我们这一届没有毕业照，但是这3年我们已经把彼此印在了心里。谢谢您培养我们3年，忘不了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，忘不了我们之间的美好回忆。我不是在最美好的时光遇见你们，而是遇到你们之后是我最美好的时光。